计算之内，我差点都死了，还在我计算之内了，我差点都被人家打死了。把刀补好。他觉得是 E 的，他两级上来我不怕他，直接回头。还追我打不？还追不追？战斗的乐趣，你没点燃我，这波不可能怕你的。还行吧，两个闪现。这是进步的力量。他线又不转，这波线，他只要来啊，这波线不要给他推进来就好了。将照亮前进的路，速度骤升。这波线不是很亏的，但是也不赚。哎，他没有走，我四级了。他这不死了呀，这不整个天都救不了的。喜欢他，铺平道路。不想给他撕那波线了，兄弟们。想做一波恶人，对，宙斯要来了，他抓我一次，我也叫我打，还他一次。绝对不要回头。然后我这不再回去实现就好了，这不得当一波恶人，真的。我们的未来很光明。蓝枪会不会在上路？蓝枪刚才在哪里？我刚才下路蓝枪。我六级了，那他这波更没机会了，死了。换了他，是赚的，我只能跟你们说，哦，其实不好说赚不赚，但是我绝对不亏，只能说打野有点亏吧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我们打野有点亏，
线材都买满了，这么舒服。打奎桑提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比之前好打一点，但是感觉还不算很好打。鳄鱼亏跟我们打也亏。九分钟刷鞋子，其实我应该再买一把长剑。蓝枪要来了，我感觉我上不杀他，他是不会来抓我。他还是没露头，我不跟他打吧，这波。我感觉他还是要来啊。七级不敢打五级。哎，蓝枪露头了，但是鳄鱼要升六了。来干一波，来黄可一 PK 一波，这波咱们八级打六级，打不输的。稳一波吧，不越他。绝版的炫彩，这个是。对，不要回头。他这波应该不敢守了，他这波守我直接越了。他这波守我真直接越了。他去吃了个药上来，那越不了。我正要享受战斗的乐趣。好像来人了，哎，寒生来，我、哦、没来人，吓我一跳。他这个血量能秒我吗？不好说，感觉可以啊。他点燃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但我感觉是可以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刚才可以，现在不行，因为他多有个点燃的这个时候，哎，反正我也不急，急的是他，我吃他筑墙就行。还大吃蟹了。难杀，我去，真难杀、啊！好难杀，鳄鱼六级之后，对，难杀好几次。一上来再做个专业。把这边的眼做满，这波又去卡他吧，干塔吃兵就行了。但是感觉打不了两个，应该能打两个吧。进行抵抗了，好，他已经掉了兵了。他掉了兵就行。蓝枪好像来了，不累啊，感觉不是很累。累也没办法，其实。无所畏惧。这炮空了，出事了！这炮空了，真出事！让我全杀了，哎呦，真难受啊！
这炮空太难受了，我去！我用 EQ 就中了。 我去，这炮能空的，我真的是太牛了。刚才打 EQ 可能会稳一点。开了，不恶心他了。 死了，因为我能再刷一个星石的盾的，但是这波打的确实有点，就这个有点恶心了。数值还是摆在那里的，有一说一，这个数值，他就没啥装备。这波切炮我是死了，但是刷锤形态的话还能再刷一个盾。 压了他100刀，对面就抓了我一次，然后我叫沙子再抓他一次，他就炸了。不出护甲鞋了，出个膨胀鞋吧。他49刀，他补刀也挺多的了。 不算很少，感觉。我感觉他应该要再带一波血。反正我就等着，他现在没地方吃钱了，他会出来的。我感觉他会忍不住出来。他这波线能忍住不吃啊？哇，他还真的忍住。做恶人就做到底，这波线不给他吃了。 让他先掉一波线。 抓他野区吧，该包去哪里？把对面野区刷了先，他们不要去支援一波。 我感觉这波队友应该需要我踢过去，但我可能啥都捡不到，这波捡到一个头，但其实不赚的这波，这波捡一个头踢交这个踢是不赚的，然后队友还死了一个，不要死两个。 这两个的话就亏了，还好只有死一个，因为这波上兵上鳄鱼能吃线了，我这波低头的。其实这波应该玩的自私一点，这波就不低了。宙斯皮肤应该会买了，冠军皮肤不管是谁都会买。我先走一步。 哎呦，但是不怕他们，LG好像过来了，来走一波吧。
我听错了，怎么摁了个表？我去，闪现日甲坤。 打死了，在这里。哎呀，没打到，这为什么没打到？哇！ 伤害这么高吗？那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好像还能杀个男枪。待会在追的话，让对面追一边。我这里能蹲一个。这里不应该有眼，这里真不应该有眼。真的不应该有眼，这个位置。这EZ也是。 打的这么凶干嘛？这些队友玩的怂，玩的怂一点的，让对面追一下，我这不把他杀了？玩这么凶干嘛？跟宙斯 solo， 想让主播献丑是吧？主播怎么可能打得过宙斯？ 应该是有眼，他肯定是有眼。想看主播献丑就说。铺平道路。 能拎个男枪，这男枪会来打这个东西的，那就一个妖姬嘛，妖姬要了，绝对不要回头，战锤时间。 这里不应该有眼。哎呦，小丑！ 等我出来一波了，铁子们！放眼未来。 变形完毕，打大龙结束吧。一步错，步步皆错。我死了。
我要去杀这妖姬啊！别给我逮着了这妖姬，真想杀他。他应该会来找我，应该是他来找我这不？他在这里是吧？他往这边走，他往这里走，他正往这里走，留个留言。我想杀妖姬啊！他应该在塔下围城。 没事，他死了。攻击波。 我去，白胡子这一把游戏做掉我2次。 白胡子是高手，这白胡子是小蛋，一个小蛋，开了吧，开了吧。主播怎么可能主播打不过宙斯啊？